先试用这个衣服，但我只是为了配合你。现在我试上这衣服并不代表是跟你走了，然后我也是给自己几分钟的考虑时间。行，我希望小伙子能够理解丽英的这种感觉。我能理解。我感觉啊，因为丽英在这个舞台上从第一期一直站到现在，我觉得丽英她现在的心情特别复杂。她其实你说她有没有感动在其中？有。而且呢，她有没有心动在里面？也有。但是她这种感觉太复杂了，所以说她好像很难一时把这个所有的这种感觉都说出来。这个我理解，我也不是说的来这个舞台来做这些东西，就是给大家看的，然后把丽英感动回去，而我是真心喜欢她，我让她看着我的真心实意，我能对她好，我也能对她父亲好。谢谢谢谢谢谢。I got the cash in the bag, stadium packed. Born a rock star in this life, gon' live it up on the attack. Baby, I'm bad, I just wanna get caught up in this life. I'm crazy, I'm mad, doing no cap. Only God wants you, better go live it up. Cash in the bag, stadium packed. Baby, I'm bad, baby, I'm bad. I just wanna stay bad, stay mad. Chip on my shoulder, cause they treat me like a 丽英那边是吗？哎，不啥情况啊，这是啊！就听燕子捣鼓一嘴，丽英就匆忙离场了。难道丽英出啥意外状况了？不过小伙子，就你为丽英做的这些，哥是看得挺感动的啊。不管咋样啊，哥这块呢给你加油，挺你，咱得坚持到最后啊。等一下啊，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现场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一起来为莫成真加一次油，行不行？看没看，这就是你的力量。对，叫我过去，实际上我感觉一呢，他是想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他对你的这种感觉是感动多一些还是心动多一些。第二个呢，他想听一听我给他的一些意见，但是我只能说，我说小伙子做的所有的举动你都看到了，究竟该怎么样做选择，燕子姐帮你做选择是没有用的，好吧？知道。那就这样，刚才丽英跟我说的是三分钟之后，究竟有没有结果？如果有结果，他就会出现在舞台上，结果都会在我们的舞台上呈现出来。我三分钟，现在差不多时间已经到了。这样，小伙子，咱们站到这边来，来，这边。接下来我们就看这扇大门了。大门打开之后，如果丽英出现了，恭喜你，小伙子。那就牵手成功了呗。对，如果丽英没有出现，我们还要勇敢地去面对和接受，是吧？对对对。好，我们大家一起倒数计时五秒钟，好吗？来，一起来，五、四、三、二、一。Told you what to chase, told you how to run the race.
Every move was on the page, but I didn't like their way. Had to fight and misbehave, had to find a way to change. Had to leave to find my way. Caught up in a daydream, I beat my mind up there almost daily. It's how I pass time, no opinions safely. It's how I understand what I want in this place, see. Cause everybody wanna tell you bad things. What could go wrong, what fame brings. But success is a finicky thing, and if you ain't sure, no, it'll never be. I don't wanna let myself down最美丽的董柱了。